感谢胡月和燕童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哎，莫文，作为一个女生，你一定很会跳舞吧？为什么是女生就要会跳舞呢？你看咱们的留学生，他们可是不分年龄、不分性别、不分舞蹈，什么都会的呀。所以都说这是一个跳舞开了挂的国度吗？听说这一次他们要带来一支西方舞蹈与印度舞蹈相结合的舞，你想不想看啊？那还等什么？让我们一睹为快吧！下面请欣赏由留学生带来的舞蹈《Indian Touch》，大家掌声欢迎。पन्ने जुड़ दे मैं रवा तेरे नाल यो ना वांगू जुड़िया मैं लिख